他妈的，怎么还能掉呢？上面的画面告诉我们，在给 GoPro 安装车载支架的时候，不要犯懒，一定要把安装面清洁干净。好在 GoPro 质量不错，出了一点划痕，屏幕和镜头都没有损伤，拍摄也完全正常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杨大兵的频道。哎，老杨，狗九可发布了，你不是一直打算买个运动相机吗？怎么还不下手？我买了，我买了个狗八啊。那数码产品买新不买旧啊？还买新？狗九那叫让人伤心，等了这么长时间，狗九还得用3年前的老芯片，这不糊弄人玩的吗？可是续航时间长了呀，我多买两块电池不完了吗？狗九可有前置屏幕了。咱俩这频道什么时候靠过颜值？再说了，就那屏幕有跟没有一个样。人现在可支持 5K 视频了。就是 8K 有嘛用呢？不还是那点小底吗？那所以呢？所以我买狗八咯。这套狗八是我在闲鱼跟一个小姐姐购买的，保修期还有11个月。我花了2000块买到了一个狗八的本体、两块电池、一个原装三折支架、64G TF 卡、腕带。这个狗八小姐姐就用了一次，用不惯就出给了我。她卖我相机的时候还跟我吐槽，运动相机还不如手机好用呢，既没有美颜也没有滤镜，拍摄像素还低，带个自拍杆出门还占地方，如果想分享内容到头来还是要连接手机。对他来说，运动相机可能并不重要，他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手机稳定器，能够拍出稳定的画面，智能美颜，一键分享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是我为什么又需要运动相机呢？你就是兜里又有闲钱了啊，这算一个原因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热爱运动啊，我天天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啊，我要记录下自己的进步。夏天我要去游泳，冬天我还要去滑雪呢。虽然现在已经退化成了一个肥宅，但是咱哥们运动的热情还在啊，时不时的还要去打打篮球，虽然跳不起来了，可手感还在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运动相机的精髓在于运动起来，尽可能多的以不同的视角来记录这个世界。就像卖给我二手相机的那个小姐姐一样，她打开 GoPro 的方式就错了，所以她觉得还不如手机好用。正确打开 GoPro 的方式应该是尽可能多的购买配件，自行车夹、背包夹、帽夹、胸带、车载吸盘，有了它们才能把运动相机固定在任何你所能想象的地方，尽量在各个场景充分释放你的双手，采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拍摄画面。我觉得这才是运动相机正确的打开方式。那么后面我可能会做一期视频来聊一聊哪些 GoPro 配件是最值得入手的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波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哎呀哈哈哈哈